三点，其实也不算很早了，半夜三点来的。Hollow Life 里面你的推是什么？应该新街吧，新街，还有孤狼。还有一开始有预估说大概要花多少钱以内？就大概两万元以内。预算两万。但最后实际你买了多少？一万六千多。就是因为它有一些随机的部分。所以要抽孤拉的关系，所以就买的比较多的。三点其实也不算很早了，半夜三点来的。Hollow Life 里面你的推是什么？应该新街吧，新街，还有孤狼。黄先生想请问说，因为你是香港人嘛，是因为特别为了这一次活动来玩的吗？不是，只是刚好我那个旅行的那个约束刚好我是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所以我就顺便过来，而且我也很喜欢 Hollow Life， 所以我就过来这里了。那你的推是谁？我的推是火星梦奇睡鞋。我早上6点左右就来到了这里，到了三创这里。对，有预想到这么多人吗？也预算到，因为 Hollow Life 是很受欢迎的一个，就是VTuber 的group 嘛，就所以我就预计都会很多人会来，而且今天是第一天。5:30左右过来，5:30。对。你的推是谁？孤狼，就是孤狼吗？对，就是孤狼，刚好在那。好，那想再请教，就是说，这一次的活动啊，这次这个 Hollow Life 的快闪店，你有一开始有预估说大概要花多少钱以内？就大概两万元以内。预算两万元。但最后实际你买了多少？一万六千多。去买了一万六千多。对。那之所以是为什么会买到这么高的金额，是有想要抽什么东西吗？就是因为它有一些随机的部分，所以要抽孤拉的关系，所以就买的比较多这样。